徒，穿着碎花白下布短衫、白下布长裤、绿油木屐，踏着清脆的步子，走进三家巷楼。呢段文字就是当代著名小说《三家巷》里面对美少女欧童的描写。其实写文章有很多不同的表达方式，例如说明、议论、叙述、抒情和描写。描写是分很多种的，今天我们就探讨一下直接描写和间接描写。直接描写又叫做正面描写，即是直接正面对描写对象进行描写了。欧童穿着碎花白下布短衫、白下布长裤、绿油木屐，踏着清脆的步子，走进三家巷楼。他的前胸微微挺起，两手匀称地、富于弹性地摆动着，使每个人都想起来自己也曾有过这么一段美妙的青春。他的刘海细细地垂在前额的正中，像一缕黑色的丝带，白玉般的脸蛋儿泛着天然地轻微的红晕，衬着一头柔软的深黑的头发格外鲜明。他的鼻子和嘴都是端正而又小巧的，好看得使人惊叹。他的细长的眼睛是那样天真，那样纯洁地望着这整个的世界，哪怕有什么肮脏的东西，有什么危险的东西，他一定也不曾看见。是小说《三家巷》里面对人物肖像的直接描写，作者很具体、很细致地对美少女欧桃的容貌、表情、衣着、身材等等进行直接的描写。从对眼睛的直接描写可以看出少女天真纯洁的性格特征，从身材、行路姿势、容貌的直接描写写出了少女青春焕发、神采照人的独特面貌。从短衫、长裤、木屐等衣着的直接描写，又可以看出她是生活在文初南方普通人家的一位少女。这个就是直接描写的例子了。那什么叫做间接描写呢？间接描写又叫侧面描写，即是透过对描写对象相关的人物、景物、事物的描写来衬托描写对象。例如古典小说《红楼梦》里面有一个精明能干的女管家，叫做王熙凤。帮我算算灯油火蜡，树别点错了。客人来了，好好招呼招呼，别失礼了咱们贾家。作者多次透过其他人的说话来间接描写她的性格，描写得很生动。我要见一见你家的凤奶奶。奶奶，你千祈唔好去啊！我话俾奶奶知，一辈子唔见佢先好。一辈子都唔好见佢，何解呢？嘴甜心苦，两面三刀，上头笑住，下边只脚一伸，就令你惯到。明是一盘火，暗是一把刀，所有阴险毒辣的事他都做齐晒。奶奶咁斯文良善，边个系佢嘅对手啊？嘴甜心苦，两面三刀。
嗯，啲言语真系生动啊！呢一段系透过其他人物嘅对话嚟间接描写咗王熙凤阴险狡诈、心狠手辣嘅性格。透过其他人物嘅说话嚟间接描写人物嘅形象，系小说入面好常用嘅手法。提起侧面间接描写，几乎人人都会提起古典诗歌《麦上桑》。呢首诗歌讲一个美丽嘅少女叫罗夫。有一日，佢采摘桑叶，其中有几句诗系间接描写罗夫嘅外貌。行者见罗夫，下担劣枝苏。行路嘅人睇见罗夫，放低担挑，捋住胡须，挂住睇罗夫，唔记得赶路。少年见罗夫，脱帽着翘头。年轻人睇见罗夫，除咗帽，露出翘头，翘头即系头巾，意思系整理而用，想吸引罗夫嘅视线。耕者忘其犁，锄者忘其锄。耕田锄地嘅人挂住睇罗夫，都停低唔做嘢。来归上元路，但坐观罗夫。放工后，大家互相埋怨生气，只因为挂住睇美女，应该做嘅嘢就完成唔到啦。如果净系喺外貌、衣着方面去直接描写，想充分表现罗夫美丽动人嘅神采，效果实在有限。所以作者就透过周围嘅人见到罗夫之后嘅反应，由侧面间接去描写罗夫光彩动人嘅形象啦。不同年龄、不同身份嘅人睇见罗夫都唔记得咗做嘢，以致互相埋怨，咁样就系从侧面间接描写出罗夫非同寻常嘅美貌。正面直接嘅描写手法有时就限制咗读者嘅想象空间，但系侧面间接嘅描写手法就唔同啦。可以俾读者有更加广阔自由的想象空间，所以作者描写的时候不会只用一种手法，而是将直接描写和间接描写互相结合，这样人物的形象就丰富生动，形神兼备了。讲到人物的间接描写，相似或者是相反人物之间的衬托，其实都是很常用的手法。就好像《唐诗长恨歌》里面有两句诗，就是经典的范例了。长恨歌描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，其中有两句：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。回眸一笑百媚生，这一句是正面直接描写杨贵妃的容貌，找住人物的眼神表情，是一种动态的肖像描写，写得好时可以传达出人物的神韵。六宫粉黛无颜色，这句是说和杨贵妃一比较，皇帝后宫3000个美女全部都不漂亮了，失去了光彩，是借助其他人物来衬托描写对象。一句直接描写，一句间接描写，两句就将一个流传千百年的人物写得活灵活现，神采飞扬。如果两类人物的性质相近，例如杨贵妃和六宫粉黛，大家都是美女，那就叫做正面的衬托了。如果两类人物性质是相反，譬如西游记以妖魔鬼怪来衬托唐僧师徒取西经的坚毅精神，那就叫做反面衬托。讲到借助其他人物来衬托描写的对象，其实借助景物都可以来衬托描写的对象的。我们以孔夫子时代《诗经》的四句诗为例。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，今我来兮，雨雪霏霏。
这首诗是描写一位离开家乡出征的士兵，打完仗后回家途中的感受。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当年出征的时候，正是杨柳飘飞的春天，本来可以同家人和朋友享受春光，他要离开家乡去出生入死，所以杨柳依依的景物可以衬托出人物对故乡依依不舍的感情。描写如果从描写对象来看，可以分为两大类，人物描写和景物描写。人物可以间接描写，那么景物行不行呢？其实人物描写和景物描写都可以将直接描写和间接描写互相结合。直接正面对景物进行描写很容易理解啊，但是怎样对景物间接描写呢？同样透过与描写对象相关的人物、事物、景物来进行描写。你衬托描写的对象就好像朱自清的散文《春》描写春雨。像牛毛，像花针，像细丝，密密地斜织着，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。连用三个比喻，像牛毛，像花针，像细丝，写出了春雨又轻盈又细密的特点。树叶子却绿得发亮，小草也青得碧丽的颜。透过树叶、小草受到春雨滋润、洗涤后产生的效果，来间接描写春雨。直接正面描写春雨，像牛毛，像花针，像细丝，可以发挥的嘢唔系咁多，但是结合埋间接侧面的描写手法，描写同春雨相关的事物，咁写嘅嘢就可以丰富好多啦。我哋之前讲过以人衬人，景物同样可以以物衬物。如果两类景物性质系相近嘅话，就叫正面衬托；如果两类景物性质相反嘅话，就叫反面衬托啦。就攞唐代诗人杜牧嘅绝句《山行》为例。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深处有人家。停居坐外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深处有人家。在深秋时分的山中，弯弯曲曲的石阶小路向上盘旋，山上白云飘浮的地方有人家居住。停居坐外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我停低车在山中漫游，是因为喜欢深秋的枫林景色，那些红叶比春天的鲜花更加火红艳丽。二月的春花人人都说好看，但是作者认为秋天的红叶就更加迷人，这个就是正面衬托了。如果两类景物或者事物的性质是相反的话，那就叫反面衬托了。直接描写和间接描写各有不同的特点、作用和效果。直接描写比较具体、确切、实在，但是就限制了读者的想象。间接描写比较含蓄，读者可以有较大、较自然的想象空间。所以我们创作描写的时候，应该应用多种的描写手法，将直接描写和间接描写结合在一起，咁先可以做到形神兼备。